麦伦，等下爹地在那边住两天好不好？或许等下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了。搬出去？你为什么要搬出去不回家住啊？我今天啊很早就起来，坐在这边想了很久。我昨天晚上啊，我骂你妈之后，我居然觉得心情很舒畅。头一次觉得过了一个很自由的晚上，想喝酒就喝酒，不想回家就不回家。福康啊，我觉得你这个是这个心情不好啊所产生的反弹的情绪耶，啊？我是认真的啊，我一个人住啊，就可以不用顾虑到球员的心情，还有一大堆的规定。这是我30年来觉得最自由的一个晚上，一个人啊自由自在。无拘无束的。哎，兄弟啊，福康啊，你是丢搞哟！我想说你昨天喝醉酒说的那些风言风语，只是喝醉而已，没想到你现在把它给认真了。哎，拜托，千万不要那么冲动啊，这样子会毁了你跟秋雨的婚姻啊！拜托，快点，是不是听错了？就是啊 ，Daddy， 爸说的没有错，你搬出去等于跟妈咪分居，这样你的裂痕只会越来越深呢。裂痕深就拉裂痕深嘛，断掉也无所谓。